好的，所有在线上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的是2022的开季实况准备抗赛，我是汤米，今天特别在线上转播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比赛内容，同时邀请到两位我的好朋友，两位哥啊，我们欢迎统神哥跟部分哥啊，两位好。你好，哎，我这边也要跟汤米哥跟统神哥说声好，大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，我是在那边看 PDD， 我是在那边看 PDD 的统神哥啊。可以看到，这是圣主丹利万岁队哦。首先，领头的是西门叶说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史丹利、RB 小蝶跟 BB 的五人阵列。啊，以上是圣主丹利万岁的阵型。对，我这边其实昨天有偷看一下统神他本身对于今天比赛的这个想法，他有这个特别稍微讲述了一下。我也有个人想法，但我等一下想要跟统神稍微切磋一下，这个阵容对不对？统神应该都有一些个人的见解，对不对？不用见解啦，年龄代表一切啊，老人队一定输的。老人女人队啊，没有、年纪比较大，反应嘛，年纪比较大的反应嘛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OK， 好，那不管圣主丹利队呢，今天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啊，但是对手呢，帮我开直播的红色方啊，领头的是花轮，然后再来呢是丁特啊，以及冠伟，然后再来还有咪咪蛋以及 ZOD 啊。那当然啊，咪咪蛋是这一次的实况组积分挑战赛对抗赛里面算是爬得最高，而且看起来是最为顺利的一个点啦，而且包含了可能在团练的时候，其实帮我开直播的红队好像气氛来得好一点点哦，就两位怎么去看一下，在他们过去团练所播放出来的这个内容呢？就同声先讲吧。啊，我觉得气氛不重要吧，因为气氛这种东西，气氛这种东西会随着打得好不好而改变嘛。你也知道，我有打过那种，就是一进去的时候气氛很欢乐啊，打完的时候全部脸超级臭的。哦，所以我觉得气氛这个还好啦。哦，你说的是你们之前合作吗？你们两位合作的一些比赛吗？2020年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我。优先级好像还是李星再高一点。对，优先级觉得是李，优先级觉得是李星高好一点。但好像要看 ID 是吗？好像要看 ID 耶，最后好像没办法啊，李星选不出来。要可奇。不过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让 RB 拿李星，我觉得也是丁特这方的一个想法，因为 RB 的李星当然前期一定猛嘛，可是就是一样是把他拖到大概15到20分钟，让他降头化。啊，这个也是我昨天就有讲啊，哇，不选辛朵拉吗？其实我觉得辛朵拉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，在维克特被逼的情况下，假如说你不想选逆命跟柔一这种去压制对方的角色的话，哇，就最后选一个勒布朗。以前勒布朗选下来的话，这个康特位就立三卓嘛。那他把勒布朗选下来之后，把立三卓马上编掉之后，我觉得刚刚部分说的这个巴扎非常有可能出现。是，他们最后是问题啊，他们没有玩了个酒桶，玩了一个酒桶。可以慢慢玩一个酒桶，在我们统神哥的面前玩酒桶吗？上路怎么样？统神现在上路酒桶，你给他评价怎么样？上路酒桶现在就是一样是出那个叫做冰封的那个神器，然后就是把别人就是做控制级的啦，然后再出永寒霜是吗？永寒霜布，对对，然后再出那个水滴去做那个甲解析滴，不停的解析滴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哦，好像其实我更期待，其实说蛮，与其说蛮王能不能打，我更期待是蛮王的出装啊，蛮王出装能不能走这个大家最信仰的那一套啊？我才是觉得是棺材重点。说要三个珠子是吗？没有三个珠子就代表圣经写错了，圣经也要改，也要会改的，圣经也是与时俱进嘛。哎，说不定有改。哎，白空一。对，我觉得卡玛这种选的非常好啊。阿玛都选得非常好，好，加我绕背了，这边没有阿斯了，这个被点燃一到阿斯了，不要卖了，这个闪现有点疼啊，这个闪现有点疼啊，哇，后面 BB 好像还想救这里，哦，有人啊，有人啊 ，DOD 好像也有闪，应该是用闪现打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，开局领先欸，我记得蝴蝶开局领先很多欸，但还是输了欸，我记得领先有7万吧，但好像没有赢啊。哎呀，领先他领先很多啊，那他打输了，打过折的、啊，那打输很正常啊。啊，太可惜了，哎、欸，七万已经满装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可能打输，可能还在聊赖啊，这个不知道，
我在想可能是他可能就是被 COD 抓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被定墙就死了，因为他没有闪啊，可能被抓到被定墙就死了，就是等这个就两个手段啊。这场先中期就是先碰一下，这边先吃龙之后一个会战，哇，这边特哥直接爆掉了，被秒啦！阿 B 玩得很好，阿 B 一个操作，哦，哇哦，阿 B 好秀啊！这里是 1.5 楼啊，他已经发挥 50% 的实力了，他等下下去一下去这边练到了，西门会死吗？我强杀练到，伤害不够，沙利来了，啦，哦，哎，一直 A， 一直 A。哦，圣主降世哦，完全不明不知所以啊，伤害不够啊。哦，这边要杀要杀，但蛮有大，要杀丹利，然后有大吗？这好像是圣主闪现之后大吧？他没大吗？他有大，啊，这个吃大，太大就死了，太大就死了。我觉得降临想硬砍，能换吗？我来 Q， 我来 Q， 我来 Q。阿 B 可以报仇吗？啊，不行。好，这边圣主，我觉得明旦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他选个酒桶，当然是为了打会战嘛。可是啊，怎么办？就是现在感觉起来的，就是他没有展现他对线的那个压迫力啊。是，好像被我们这个汤米哥这个衣服给影响到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穿2010几年的？你是不是穿那个让2015年的 FWT？ 你知道2021年的明明弹是会跳出来 carry 的、哦，好像被你2015年的衣服有影响到了。哎呀，他现在是几强啊？我给忘了。他现在是扛哦，他好像2015、2016年他上去是扛哦。那你要衣服好像是牛排，一定有他来。然后是要扛，好像那时候还有一个神奇射手，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了。谁？我忘了，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下路看到嘉文了，好像想杀，又想杀蛮王啊，好像很亏啊。啊，想杀蛮王，好像没意思哦，有点怪是吧？沟通有点怪，沟通有点怪。有大亏吧？是啊，有大，他有大，要硬上了。哎呀，这勾到 EQ 串起来，逼到 ，OK， 控住，但你走得掉吗？回头拿塔，回头拿塔，不管又吸奶。带活了，漂亮！哎呦，他咪咪带硬扛三，咪咪带挡得住吗？咪咪带好硬，好硬，好硬！哎呦，倒啦！花轮想支援，后面赶过来的勒布朗好像伏击之力也是什么都做不了、欸啊、完了，我看到 ZOD 的辅助，我真的快哭出来啊！啊，认证不会玩吗？不是啊，他打蛮王怎么会先下点燃啊？不是，你一定要等他开大才点燃的。你现在点燃也没有用，因为他开大一定吃掉你点燃的伤害的。视野的差距啊，想办法蹲一个人。他们蹲到，其实勒布朗跟雷欧娜两个就够，他们去蹲人，蹲到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去加深那个视野的优势啊。然后现在就是什么，这个开始蹲点战术。哎，部分哥讲的很好，视野战，谢谢汤米哥，就是英雄联盟的重点，对不对？哎、部分哥讲的针对，视野很重要啊，先堵人啊，这场要开堵啊。那是要小心啊，因为这个什么，你说要堵人，对不对？那可能要绕几个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要绕四个人啊，一个五个人去蹲点比较有机会。视野先踩好的情况下面，你就很难去做刚刚讲到的这个抓。哦 ，BB 哥的伤害好猛啊！哇 ，BB 哥不得了哎、欸，真的不得了，闪现这边硬抓 BB， 有去抓到门抓了，得不了，秒掉了 BB。花罗，大扫盲这边屠戮，酒桶进来了。蛮王圣丹利怎么时候来？来了！英雄最后登场，英雄总是最后登场的。圣丹利在哪里？给我们丹利画面，泰坦有丹利被玩爆。这边这个八龙局啊 ，S 八龙大逆转啊，大逆转啊！这边 S 八龙出事了，出事啦！半开色啊 ！Oh my god！ 他们视野优势啊，他们可以先站先抓人啊，打一样抓人的战术吧。阿 B 要接，不好吧？阿 B 要接，自己来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盯着海哥被抓，头桶断掉了，技能的大。张立伟可以吗？后卫可以吗？后卫打我，后卫，好了，再滚啊！你50000000的朋友好像倒了。张世伟在吗？还可以吗？哇，哥，好猛哦，丁华。以为不会被搬吗？以为不会被，我都以为钱好赚，那以为不会。然后殊不知后面不好赚啊，突然跌下去，你知道不好赚啦！哎呀，哎呀，那没办法呀，要抓蛋，抓掉了，哎，破口机会，直接找破口了，好 cos 啊！我也是听詹立伟的讲解啊，他犯什么上个蓝盾啊，猛猛的啊！
哇，他怎么上个蓝盾？哇，这边阿兵进去了之后抓有机会吗？花轮射滴血没死，哇，这边没来哦，反正阿兵好像先倒了。丁特这边手套触发之后不会死，丁特好硬，哇，丁特弹起来了，半神来啦，完啦，这边完全挡不住范啊，没办法，范一出到蓝罩基本上近乎无敌啊，所有想要贴近他秒他的人都会被直接抓。哦，但有。爱心有人在走丢的雷欧的，你在送范闪现过来，哇，没办法，这边范想不到啊，真的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冠伟也有 carry 的一天啊，哎呦，太奇怪了，很奇怪耶，不是不是跟我打的时候，跟我打的时候，哦，这边直接炸，好，范定墙，范是开果好，打不死，范打不死，好硬，好硬，扛得住吗？哇，完蛋了。范重置了，射完了，射完了，范好凶，再来打滚，还没有 Q， 我一直滚啊，哇，射到底呀、啊，来啊，这分 BD 了，该 BD 了，该 BD 了，真的该 BD 了，当年拿冠军的冠军套路啊，是当初那个套路，如果当。之前有破船战斧的话，我跟你讲 ，S2 赢得更快啊！什么 sword 的，什么 sword 的，都放在眼里，对不对 ？B 到 B D 到爆哪里去了？就少一个装备，那个纳金剑直接折断。我们圣主才刚要惩罚他的叛徒啊，要开巴龙了，这个感觉一定要守啊。嗯，哇，绿衣大姐脸上怎样？打太凶了吧？哇，太凶啦！哇，球童很肉啊，饭好痛。范就滚在前面，没人挡啊！啊，被他发掉了，饭死了。但剩下的伤害都是物理的，这个物理很厉害啊，球童。哇，他们只有饭有伤害，他们只有饭有伤害。哦，勒布朗还有伤害哦。阿伦，阿伦吗？阿伦，感觉找不到进场时间啊。为什么说杀小天？感觉换巴龙哎，小天上巴龙钓鱼快。好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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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蝴蝶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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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秒，这边完全挡不住这个饭啊！圣主要进场了，圣主来了，好吧？邪教徒啊！圣主管理他的信徒，圣主不理他的信徒。来了！挡住了，邪教徒挡住了，我圣主啊！你可以顶吗？你可以顶吗？这些邪教徒回去喝机油啊！太可恶了！你会被拉扯，被拉扯哦。蛮晚哦，你要力挽狂澜吗？没有，圣主没有那大，圣主没有那大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这个键盘没有得到这个信仰加持的，这是圣主的仁慈啊，键盘的问题。对，啊，结果团战好像也打不赢，那怎么办？还想清线吗？有点危险哦。啊，这边抓了，死了。你们可以那个。啊，冰蛋不要吧，冰蛋没伤害啊，冰蛋等一下队友啊，有防装的。还有一个惊人，还有个表，哇，在对面。但是统神哥讲的这个就是要卖，就是你要用视野差去抓了，你要直接单抓到啊，没有，可惜。那单抓要真的要看视野差了啦，因为正常正面打正面的话，有没有坦差太多了。喂、有个嘉伟在下面啊，特哥走丢了，特哥，你这真的是完啦 ，GA 卖一下吗？是要 GA 卖一下吗？特哥怎么了？死了！哇，太眼倒了！那这里还不一定赢哦，就是饭还在哦。圣主没来还是开吗？这边哦，圣主三三来迟，圣主三三来迟。哇，这里被消耗的很痛苦哦。勒布朗一个人就够了。先吃到底。好，开了。冠伟要上吗？重疾。进来。重疾两刀。阿迪稳拿到。阿迪开送。第二滴进来，其他人跑了。可以走，我们赚的。巴龙，哦，又逆转了吗？风向吹来吹去的，画面很乱呐、啊，主办单位管一下好不好啊？哇，拍照好不好？画面这么乱，不能，哎，抓到了，咪咪蛋被抓了。咪咪蛋会死吗？死了，出事了。咪咪蹲下，完啦，偷蹲，还是很痛的。半个伤害就三秒，两三秒没有输出。镜头给到伤害差很多的，镜头给到詹立伟。哇，这个展开，范能输出吗？大家都在看范。詹立伟，点人呐、啊！詹立伟，开秀。哦，詹立伟很痛，输了。没有大绝啦，詹立伟没有大啦，完啦，没啦。完了，这个位置死了。没了，詹立伟，完了，没了，就没办法玩了，没了吗？哇。
哇，怎么右边看起来好像100%赢的东西输了？统神哥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个变化？我也看不懂啊，统神哥怎么不懂啊？输了，统神哥。我记得等一下也会有那个输出的结算表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看一下那个输出结算表。刚刚有稍微聊了一下，蛮王究竟有没有这个输出？啊，有了，是不是？刚是说多少？5000是吗？5000嘛，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有10000出头了。我感觉应该有10000出头了。5000啊！哦，有输出表，输出表，有输出。这看就有10000嘛，一万五、啊，肯定有10000，这怎么可能有10000？对啊，他那个蛮王一直都往后拖，九筒走出去就死。哎呀，可能哦我们先看一下，他一下去，然后他 Q 下去是吗？他是 Q 下去吗？他想抓马尔扎哈，他想抓西门，他想抓西门啊！结果发现后面有人啊，视野差、啊。他练上西门情不自禁啊，下去了人没了。那因为这是一个 BO3 的比赛嘛，所以其实谁胜谁负还很难说。但统神哥刚刚预测其实原本是2-0的啊、是2-0的，现在有要改吗？统神哥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，不改了。我去支，我现在支持我们圣丹利跟 BB 啊，这个你跟他妈挤的吧，跟他妈挤的，对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这个世界冠军还是世界冠军啊。那当然，这一把比赛、哦、我们要再次恭喜呢，是蓝色方啊、这边 BB 是射出全场最高伤害，也顺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这样休息一下，那待会回来呢，会是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哦。